穿着雨衣也不减热情。周杰伦14号香港演唱会，台下惊见香港武打巨星甄子丹前来力挺。好久不见，我记得有一次啊，在红馆的时候唱到双截棍，哇，丹哥就升上来耍双截棍，超屌。仔细看甄子丹一旁还有爱妻汪诗诗、胡枫、吴若曦等人都淋雨坐在 VIP 席，被粉丝堪称是宇宙最强应援团。前一场则是有中国天团 TFBOYS 的王俊凯。哇，好久不见了，怎么还这么帅啊？没有，杰伦哥整个的光芒把这照出来，大家都变得帅气漂亮了。哇，是不是真的是从小听我的歌长大了？对，我等这一天等24年了。哇！不同世代的天王合体，还一起合唱《雨下一整晚》。同一天，周杰伦也惊喜推出新歌《倒影》MV。在法国圣米歇尔山取景，周董置身古典建筑内，这首与方文山合作打造的新歌上架网络平台，短短一天的时间，观看次数近300万，还持续攀升中。天王出道超过22年，人气依旧不减。华视新闻林丽婷、杨文尚台北报道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，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，给您崭新视野。